纠纷谈判起冲突。 深夜11点多，派出所前来了一辆百万轿车，没多久，一辆白色轿车也开过来。百万轿车发动，想离开，却被另一辆轿车堵住去路。接着，两辆车上的人全都冲下来，双方一阵大乱斗。民警接二连三冲到门口，手上警棍早就准备好，还有民警气炸，边跑边丢东西，因为这群人实在太嚣张，直接在警所前开打。 闹事的人全被民警喷辣椒水制服，车上还搜出毒品以及折叠刀、棍棒、信号弹。三辆车有的挡风玻璃被敲碎，有的钣金有伤痕。百万轿车被两车夹击，八名恶煞用脚踹，还持棍棒砸车，起因于双方毒品纠纷。 还来不及求救时，就被这两台车夹击。原来双方在男子因为毒品纠纷谈判瞧不拢，理性驾驶就开着百万轿车一路南下。乘客 Google 找到派出所，打算开到派出所让对方知难而退，没想到对方居然直接在派出所前施暴，简直目无法纪。警方当场逮捕10名现行犯，依妨害秩序、伤害等罪嫌移送地检侦办。记者洪富仁高雄报道。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